喽，大家好，欢迎回到 LSPF， 我是 Special Campo。那今天我们一样，在这个声音秀右上角这边，这个葡萄籽这边执勤。好久没有在这边执勤了，我就这种荒郊野外的地方执勤，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好啦，那关于就是有件事我想讲，就是后续的警察模组，要怎么说？就是我之前说车辆就是警车变化会多一点嘛。那我目前的计划可能就是，如果这样讲的话，就是后面的警察跑车出现的次数会越来越多了，就是拍到，就是能拍多少警察跑车就是拍，或者是一些特殊章节，像比如说很多人都想看哇 SWAT， 对不对？那不是不拍，是你要考虑到啊，这个我们接一下，一个流浪汉，你要考虑到他的内容是不是有办法足够，就是完成一章一个章节，就是一部影片。怎么讲？因为他是 SWAT 的案件有限，那你总不能重复的一直拍着拍吧？那重复的一直看，观众会看到不喜欢了，对不对？啊，这个流浪汉在干嘛？这看起来像流浪汉吗？不太像。然后那个什么，等我看一下，快走快走快走，跟我玩，吼！我话讲到一半，就是拿那个碎，那个什么酒瓶来刺我，我超痛的，你看，哇，你看背上这个刮痕，在手臂，哇塞！钱我就没收了，这当做我的医疗费。天啊，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呢哦！叫监视员过来这边。我们刚才讲到哪里了？就是要看内容足够，有没有办法拍一张？因为之前不是有一些章节，比如说像是 SWAT 这种，都只有十分钟的影片，那就是因为尽量不要把案件全都拍完，就是留一些起来到后续的时候用。那就这样，我当然知道各位都很想看，不过还毕竟要看模组可不可行啊，有一些东西，毕竟这是资源真的有限、啊。那警察跑车会比较常出来，这个就一定会的。OK， 那希望各位敬请期待。哇，我要回去治疗了，我的背，我的手，我没想到他会攻击耶、欸，我以为他只是一个酒醉的流浪汉。OK， 我们接下来再看看还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吧。哦天啊，这边我们接到一个案子，就是 kidnap attempting， 就是企图要绑架某人。Approach， 这个应该是，我看一下，看一个资讯，这个应该不用鸣笛哦。Approach the suspect car and perform traffic stop. Do not use light and sirens. 好，就是接近歹徒的车辆，然后就是给他拦查，然后不要开警笛跟警灯，就是不要避免吓到他们，应该是这样子。好，没关系，这我们可能要抄一下车子。应该是可能正要去绑架某人，然后有人举报，刚好在附近，逮捕一下。好 ，suspect car is a black speedo with plate number 66GG， 是不是66JJG504？这个车牌有点不，有点怪怪的。好，我们看到，他后面好像有一个人，然后手被绑住，我们可能要拦查一下哦。这辆货卡可不可以借过一下？我们拦一下这辆车，应该不会跑吧？好，不会。车牌66JJ， 我突然想到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好了，希望他不会做出什么傻事。我们枪先拿着，问他几个问题后面那个人手的确是被铐住了。好，这个人看起来就是一脸墨西哥人。Good day. Hello， 你的驾照我看一下。James Wilson。
那什么啊，我怎么念啊 ？Wismuller 吧，不知道。哎、欸，你跑什么？你跑什么？那个什么、啊，快捷键就是按键都会冲突到，然后就按到那个让他离开，超讨厌的。我们应该还可以查得到他的那个 ID， 他的驾照是已经被吊销了。那这辆车我们可能要查一下。好，没错，是这样 ，Speedo 66JJG504。OK。OK， 然后问他一些问题。然后后面这个人是怎么回事？I got a report that you forced someone to enter this car。我就是接到一个举报，说有人你强压他那个强压某人上这辆车是真的吗 ？They must have been mistaken。他们一定搞错了。OK， 我问说 Who is sitting on the back of the van？ 就是坐在后面的是谁 ？That's my dinner tonight。啊！你们是两个有什么关系？他 dinner tonight 应该是什么、啊、饭还是什么的意思吧？应该是这个意思。不过我不确定他们两个的关系是什么。好 ，Where are you head to？ 就是你要去哪里 ？Just driving to my office。你要去你的办公室？我有点不太相信哦。既然他后面是你的伙伴或什么之类的，那你为什么要把他铐住啊？我建议我收你的车嘛 ，Sure。好，他同意收车了，那你就给我下来。No way！ 等一下，手举起来干嘛 ？That is messed up. LSPD， 好，你先停一下。我们先给你上铐，不然的话，等一下攻击我的话，过来，你先到警车上待着。哎、欸，后面那个人下来了、欸。好，后面这个人，你等一下，我们搜一下他的车子，我们再搞清楚看看你是被绑架还是什么东西，还是你有这种嗜好，喜欢被人家铐着。好，车上的后车厢就找到 roll of detonating code。就是引爆的一些，应该是火药之类的吧。就是，就是你怎么讲，就是引爆的一些，对啊，反正就是类似火药那种，就是会引爆的东西就对了。还有 cigarette 就是一个香烟，应该是香烟吧。然后还有一只，就是那个假的那个脚。然后还有收那个什么发票，大概是这样子。然后这辆车，我们可能要叫拖车把它弄走。说什么他是你朋友办之类的，我真的有点不太相信了。他可以把他解铐吗？哎，不行，不行，把他解铐。我们接下来就是要调查这个人。好，站起来，我查你的身份。James。他后面这个名字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觉得很难念。好啊，他是牌照被吊销了就对了。你看他身上有没有放什么东西。他身上放手枪跟一把刀子欸。你是我觉得一定是就是又把这个人压去砍，你知道吗？我们看他有没有喝酒。好，没有，那我们就叫监视，运输单位把这个人给带走。这绝对有问题啊！你说跟我讲说你要去你的那个办公室，我真的不太相信。那这个要怎么办呢、啊？这个他会带走吗？还是他根本也是同伙啊？这个我就不太确定。那这个要怎么办？这个人要怎么办？这个要怎么办？他被铐在这里哎！等一下，我们等他上车看看这个人会不会走。我真的有点不太确定。Damn！ 好啦，刚才那个人他就，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办，他只好继续在那边了。这是一个 bug。Suicide attempt， 那个企图自杀，这有一段距离哦。
啊，我知道是哪里了，我知道是哪里了。这一次没有，上次没有成功，这次看能不能成功。对话内容很重要，但是我真的不知道那个被害人到底想要听什么。每次选什么选项，每次跟他讲什么，他就跟我唱反调，唱反调完他就跳下去了。上次选什么、啊？他们什么老婆，什么老婆在等你之类，他就跟我说老婆死了，我们这次就不要选那个。我们这选看看别的，看看能不能救他。真的，好像从之前从《警察模组》第一季到现在遇到的自杀案件，没有一个自杀案件是成功救人的。还是他这个根本就不可能让我们成功啊？应该也不太可能的。好，已经有大批警力在这里，又是这边，这边真的是荣登什么自杀，自杀的人最喜欢来这里的第一名。好了，看一下是发生什么事情。我看到上面有一个那个不要命的站在那边，来跟这个 ，Hi， it was about time you got here。You need to find a way to reach up there and try to persuade him to not to suicide. Good luck. 好，就是要说服他就对了。这里哪里？这边可以上去吧。来喽，我来喽，你的救星来了。冷静点。哇，这警长，就警长的那个什么部门的制服就是帅，尤其是这种帽子，我真的超喜欢。戴着这样子就很帅，不觉得吗 ？Press Y to start talking to the potential suicide。好，我看一下，跟他第一个跟他讲什么？第一个 ，You are real psycho。他说，第一个你真的是个神经病。不要，我就讲第一个，他马上就跳下去了。You are not alone in this. Your family is with you。他说，第二个你并不孤单，你让你的家人陪你。第三个，我要帮你，那个什么，跟我说怎么样才可以帮助到你？我按第三个。我要帮你啊！你跟我说要怎么样才可以帮助你 ？There's nothing you can do。他说你什么你什都你也帮不了我了，怎么可能帮不了？快点！我们再回说你的老婆在等着你。我不要再选这个了，他一定会说他老婆死了。我选第二个，我保证你可以就是什么，你还有机会就对了。我要选第二个，还有机会，真的不要跳，不要跳。I don't think so。 他说我不这么觉得，你不要你不要跳哦，我觉得你不要跳哦，你不要跳哦。我 You need to come down with me and talk there。 他说你必须跟我下去谈一谈。然后第二个说你真是没用，然后第三个说你没有必要这样做。到底要选哪一个？第三个好了，你没必要这样子做，你真的不要不要不要，你没必要这样子，不要跳、哦、，Nobody understand me， 哎，不要跳，不要跳，不要跳 ，I can do it，I got，oh yeah， 成功了，成功哎 ，Thanks a bunch， 哈、oh, ，Good job，Oh my god， 成功了。第一次的阻止他自杀成功了。哦，超紧张的，我真的很怕他跳下去耶。哇哦，成功了，成功了，太棒了，太棒了。哎、欸，真的是超不可思议的，居然成功了！我们没有再重蹈覆辙，好刺激哦。OK， 这算立了一个大功啊。那警车全都走了，那我接下来再看看还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吧。Multi-vehicle collision， 这个我们接一下，就在前面而已，只是很多车子车祸撞在一起。哇哦，三台车撞车！哇，有一个人突然出现的，路中间是怎么回事？好，这边我们关看一下，还有人在拍照，哎，不要拍了，这个严重车祸，哎。You can press Y to engage conversation with this person。好，应该是我们先跟哪一位开始谈？哎。好像没有任何人伤亡的样子吧？我们先跟这个人讲话好了。Hey, how did this happen? 这怎么发生的
The driver of the black vehicle was all over the place. 这边全部都是黑色的车啊，谁知道你在说哪一辆？ Do you have any injuries? 你有没有受伤？ I think I may have an injury. 他说我想我有受伤。然后 Is there anything else I should know? 我还需要知道什么其他事情吗？当然啊。This is going to be bad on my insurance payment. 你只在乎你的保险而已。这个人真的没救了。好，他说黑色的车子就是 all over the place， 应该是在路中间，就是两线道就占据在那边乱蛇行之类的。那可是这边车子全都黑色的啊，谁知道你是讲哪一辆？好，我们现在问这个啊，玩手机是不是？好，这怎么发生的？一样的问题。They were driving real recklessly. Do you have any injuries? 你有没有受伤？一样。问一样的问题。I think I'll be fine. 他说：“我想我没事。”你可能躲在树里面讲话，真是太厉害了。Is there anything I should know? 我还有什么其他要知道的吗？当然啦、啊。Let's make this quick. 我们快点解决吧。有问跟没问一样嘛？你这什么烂回复啊？我好像现在还没有，根本就还没有知道什么资讯，就是谁对谁错都不知道。哎，你想跑是不是？我觉得这个是肇事主因了。Hello, can you tell me what happened? 你可以跟我讲发生什么事吗？ That driver with the black vehicle. Black vehicle, 都是 black vehicle. With the, 等一下，他好像有说，全都是黑色的车子啊。With that light, 就是有红灯的黑车。等一下我们看一下。Do you need medical attention? No, I'm right. OK, 他，我需要问他需要不要医疗资源，他说不需要。Is there anything I should know?好，都是一样的问题。They're lucky you came. I would have been beaten. 啊，他原本想要打他们呢。他说，要不是你来了，我早就揍他们了。哦，你这个有犯案动机是不是？他说，黑色的车，然后有红色的灯的，该不是这台失落那个摩托邦的？这个要我怎么解决啊？嗯。我们先查一下，我觉得这一辆车，这辆 Range Rover 应该是无辜受害的，可能是前面发生车祸，他来不及刹车，导致这台车撞上。那我觉得最有可能的是，这还被压在下面的车吧。想想就是这两台车车祸，那这种以这个目前这个方向来看，应该是这辆底下的车子是右边那个线道，然后他可能这边蛇行，然后跟这辆摩托邦的车祸，然后才。卡到这边来，我的推论是这样子，但是我们现在搞不清楚哪一台车的驾驶是哪一个啊，他们各说各话，我跟这个真的是根本就搞不清楚，我们就只能叫拖车把这边的车子全都一一拖走，然后再可能就是在车祸鉴定之类的，蛮多车子要弄的。好，我们叫三辆拖车来这边把车子全都载走。人家要过啦 ，Hello。Go on, man。我们人家要过啦。好 ，OK， 大概是这样子。那这个案子应该可以算结束了吧？他们车都拖走了。需要逮捕某人吗？应该不需要吧。好，那这个案子就差不多这样子结束了，拜拜！你们三个就等车祸鉴定出来是怎样吧，不然你们这样各说各话，我真的也不知道到底是谁对谁错。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看他什么事情会发生吧。Knife attack in progress， 就是又有人拿刀在攻击了，所以我们要赶快去现场。Copy that, dispatch.Roger that. Six, all 20. Medical aid requested. Respond code 3. 好，他手上拿的那个应该不只是刀这么。哦，不要吃他，不要吃他，快！快点，快点，电击枪！我的电击枪嘞！不要动了！哇，电击枪怎么突然不见了？对，刀丢掉。哦，幸好那个人没被刺，马上冲过去要刺那个人嘞，幸好我及时赶到。哇、哦，超恐怖的！我的电影箱怎么无缘无故不见了 ？Cassandra Fox，
一个老女人，这样更年期是不是？你就过来。那个另外一个被害者就让他走吧。看他身上放了还有什么，放什么其他危险的东西。好，然后我们查一下他这个人的资料。好，他的资料是，还是好像没有人不良记录，那有没有喝酒？没有，那有没有吸毒呢？导致这种脱序的行为，真的是有点怪怪的。都没有，那就是纯粹的不知道跟他有仇还是怎样，就是刺他就对了，反正刺人就是不对嘛。所以呢，你还是要回警局去一趟。奇怪，话说我的电击枪呢？好吧，等下我把电击枪弄回来。监视单位，运输单位停这样，我等下就看你怎么出去。正常来讲，运输单位通常是不会倒车的。哇，能坐这种车也算棒呢哦。你看，果然不会倒车。好啦，我们接下来就看看还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吧。我们就是再回到刚才的地方。好，我前面看到一辆可疑车辆，然后尽快过去看一下。这边查他的车牌。哎 ，Officer in trouble， 这个好像比较严重。Search the area and find the officer。就是有警员，就是有麻烦了，然后我们还要到那个地方去寻那个区域去寻找那位警察，那个准备要被我拦查那个人，算他幸运逃过一劫。我们快点赶到，不然的话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挂点。希望不要挂点，我们今天才立大功，就是阻止一个人自杀。哎呦啊！警笛啊，各位！警笛哦！哦，一群白痴真的是听不到警笛声吗？一群白痴真的听不到警笛声呢。走路间，走路间，不然被那个智障 NPC 气到我快疯掉了。我已经停在那边鸣笛了，没有人要停，然后还有一个白痴还撞到我。哦，老天啊！到了，到了，到了！希望那个警官没事。这个区块蛮大的哦。Attempt to locate officer in need。好，我们车子停这里，看一下他在哪里。是在下面吗？这个搜寻区块真的很大哦。这边有必要找一下。Hello， 同仁，你在哪里？有没有在这个里面？这里看一下。我觉得应该要找一段时间哦，这里，这很恐怖哎。没关系，我身上有枪，我可是警察。开玩笑，开什么玩笑 ？Hello， 好，这边出不来。那他还有可能在哪里啊？我真的是搞不懂哎。不要闹了好不好？你不要吓我啊！不要吓你这样，不要这样吓你的，吓你的同事啊！该不是要找的是已经不是活人了，是尸体啊？应该不太可能吧？人嘞，会不会在这个茅房里面？哎，这个不是茅房吧？没有，车子里面没有。
人勒，哇，这块区域真的很大哦，这个找不到人，找不到人，哎，掉了掉了掉了，哎，路中间那是怎样 ？What the hell？ 刚才来的时候这里根本就没人啊！等一下 ，You ugly as hell。他先不要，你给我开枪，你试试看。他现在跟警方对视就对了。你给我开枪，你试试看，对吧？我先到他后面，我先到他后面。我来的时候这里根本就没人，害我这边找老半天。哦，他开枪了，开枪了，开枪了！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你被逮捕了，真的开枪了。屡劝不听，还是继续开枪，只好给他击毙了。Suspect now, call for。警察被撞，那个警察他要跑去哪里啊？我这个警察真的是有点，真的有毛病哎。好，我们叫监视员把他这边清理一下，哦，太乱了，太乱了。哎，这边先不要过，这边先不要过。对。然后这样警车要给他拖走，那个警察也跑了。This is David Charles 12, copy. We need a medic. Roger that. We have caution. Authorized hunting in. OK， 处理完了，警车也被载走了。这就路又可以开放了。快走，快走！天啊，这边就是造成大塞车了。我不知道是我没有看到还是怎样，我看是我刚才来的时候这里并没有停人啊，不然的话早就看到了，好不好？他们是突然出来的，耍我，害我在那边找你找了老半天，我还以为你挂点还是怎样，结果原来是跟歹徒对峙，吓死了。OK， 那我们今天这个警察模组章节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了。哇，今天这集不错，有拯救到一个要自杀的人，就是没有让他得逞，之前好几次都失败。抓到诀窍了，好，可能我想要上个厕所，警察上个厕所没有看过吗？警察不能上厕所吗？警察也是人啊。啊，厕所锁住了，怎么办？只好就地解决。好，那希望各位喜欢这个章节，一样老样子，喜欢我的影片可以帮个赞。那如果你是新的观众，喜欢我的影片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欢迎各位在底下留言跟分享影片。那我们就在下一章的警察目再见喽，拜拜。